中国我所采取方。在他们眼里，每个男人后面站着一个或多个女人，却很少能从他们的眼睛里去看待那个男人在不同女人眼里的貌似懂形象各不相同。从政治流氓到生活流氓，只有结发妻子这能抓住毛的症结所在，是灾星还是救星，是河东还是太阳，难以忘记的一梦。那个委屈受气的男人愿坐在饭桌的一旁，红抱着鱼儿光鲜暗淡，他的媳妇儿正声音亮丽地与亲戚鱼友交谈，你能感觉到他的傲慢不屑一顾，与他仿佛自言自语：我那时谈不上曲艺，黄土高坡繁重的劳动之余，三下两下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显然在两人的夫妻关系中，男的不仅处于弱势，而且明显缺乏自信，甚至有点猥琐。偏偏此人日后成了一国之敌，时来运卷，地富天穷，却能控制住这股抛舌之力。威震海内，雄狮四方，多么雄浑豪野。少年时爱被母亲赶出家门，抽婚失火，前妻弃儿去国，半生低眉巡眼，冷气腾腾，好一股械斗之气，化作天雷地火，只因压抑太久喷射而去，就像朝气井喷，带着粪水满身满脸。你曾这样描述形容：向着一朝之名，一国之头，外邦禁令挑起争斗，这一切只为了获得他们的真忠认可。每个男人后面站着一个或多个女人，在他们眼里，也许永远难以获得他们的首肯赞美，即便山呼万岁，又如何能修成正果？